我们走了，去爷爷奶奶家了。好，你在家听姥姥话，听见没有？再睡一会儿。拜拜拜拜。走了干嘛哈？妈妈好走了。好行，你在家忙点哈。好，在家有事给俺姐打电话。准备出发，5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。800公里，黄岛服务区。你累不累？腰疼。腰疼，你不开车你也腰疼。拿着纸，该上厕所上厕所哈。下一个还得再开200多公里，咱再找个服务区。给我拿个红牛，早上起来了太早了，太困了。困了？困。你也困啊？困。我看你在车上，你就在睁着眼打盹的是吧？你看家里多敬业。回老家在车上还得直播。太敬业了。去哪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啊？2-300公里吧。啊。差不多了。是吧？对啊，还有300公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，我们再有3个小时就能到家吧。嗯，对吧？好，差不多那样。太敬业了，给你点赞。点个大大的赞。不是有这么个爸呀？怎么中午头上人了？这么多家人们，估计是下班了，吃饭了又。嗯。吃饭了。嗯，这么多人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一会儿给贾哥泡方便面吃啊。还有260公里就到家了啊！家人们给散出来了，散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义城，枣庄义城啊，这赶紧离了吧，这还没结就得离啊，结呢。下雨了，别着急，开慢点。嗯，晚点到家没有事儿，一定要安全到家。行，下载音乐，音乐要不要弟弟？微信入驻支付成功。332。嗯。上次是327。哦，换了高速不一样啊、嗯，对。还多花钱了是吧？嗯，对。哎，你好。啊啊。哎，哥。哎呦，你俩上来了。你咋就个鱼吗？你咋就肥了大了？眼力还给你买了梨。哎呀，没买啥。哎，没啥。没买啥东西，给你拿两袋海参。你我的天！买那那那么贵呀？哎呀，他说了，你这不是等回头我再补身体吗？寄啊！你买那那放那个冰箱里。哎、买那多菜吗？买这么多啊！哎呦我天！啊，点了啊！行了吗？行了。快抱一抱。嗯。摸摸摸，那摸那摸那摸，那摸那。嗯。哎。天热，我都病得回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家里还有孩子，还有恁妈都在家嘞。嗯。你这恁热的天，再叫你慢慢的回来。让我妈在家接送就行了。恁妈也在那年纪了，她也不得劲儿。你最起码你动手术不得回来看看呀？这也什么样啊？小毛病没事儿，小毛病能做完手术的就放心了。你啊，没有啥事儿，我都没担心恁哥。你在家没害怕呀？不害怕。我也没有啥感觉都，没啥感觉哈，啊，也没啥感觉。体检才体检出来，也没那啥，才没。也不体检，还不知道哪里。还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就得每年都得体检，知道吧？嗯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万一晚了就是，就不好治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检查了说不准是小病，就吃个药打个针什么就能好。嗯。如果耽误的话，就得动手术了。嗯，对。是吧？啊，明天再上医院去看看，找个专家，到底是咋回事？看看他家。就是赶紧给他拿掉好了。那我明天就早点去医院看看，早点把手术方案定下来啊。嗯，该做做，该养养我们啊。行。嗯，早做早心静。对对。也不用给他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是是。一个差不多，我就叫你走。哎呀，你别管啥时候是啥时候走了，你先这边先把病看好再走吧。你这边看好了，俺放心了，俺徒弟也放心。对，尝尝河南特色，上一次回来就吃的特色。啊，你尝哪一个？想吃哪一个？那个琉璃馍。快吃那个。快吃吧。嗯，量大。嗯，正好不凉，热乎着。嗯，好吃，这次比上一次还好吃，是吗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鸭梨。大家好，我是鸭梨。嗨。家人们还记着贾哥门口的这块西瓜地吗？你看，时隔一个月，是不是变化特别大呀？玉米长得这么高。啊。
变化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安全到达了贾哥的老家，然后明天呢我们会带着阿姨去医院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，然后再安排一下手术的时间。也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和关心，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的顺利啊，希望大家也不用担心。我们也会有时间的话及时给大家更新视频，告诉你们我们在河南的情况。我的河南话正宗不？非常正宗，非常正宗。嗯，谢谢家人们的关心和支持啊。哎，你在河南待两个月，估计河南话你都学会了，是吗？啊，对。哎呀妈，我就不会说山东话了。我佛的河南话中不中？中，正宗。Thank you.